最好的一桌戏的时候，总是放在最后，啊，让观众看到，越看越有兴趣。如果最好的摆在前面，看完了，后面都不如前面的时候，大家就不看了，就走了。说最好的放在后面，那么你就晓得，十六观里头啊，把持名念佛放在最后，以同类。凡倡导意念弥陀愿生极乐之经典，均属同类。其中呢，亦有亲疏，以持名念佛呢为亲，其他的为疏。这是先说明与本经除了同步之外又同类啊，下面黄老居士为我们举出来，同类里面第一部《佛说观无量寿经》，是经与以上大小二本合称净土三经，啊，这是经中最主要的经典。啊，合称呢，净土三经，乃净宗基本经典，具谈呢十六妙门，啊，就是十六观，啊，劝导观想念佛与持名念佛，十六观经。是净宗啊重要的一部经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法：大乘无量寿经是净宗概论啊，从方方面面呢来介绍这个法门。小本的《阿弥陀经》，便于受持啊，所以在中国这一千多年来，修净宗同学都把这个经本作为早晚课诵啊，非常的简要。这是世尊无量的慈悲，确实给我们一个容易修学的法门啊，一个方法。那么十六观经呢，就是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，它里面讲啊十六种观法，这个里面呢有观想念佛，有观相念佛，有持名念佛啊，最后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啊。那么又是在最后啊，这个法门就是越重要啊！在古时候，中国跟印度啊，都有这个说法。最好的、最殊胜的是摆在最后
啊，在文艺表演里面是压轴戏，啊，最好的一桌戏的时候，总是放在最后，啊，让观众看到，越看越有兴趣。如果最好的摆在前面，看完了，后面都不如前面的时候，大家就不看了，就走了。这最好的放在后面，那么你就晓得，十六观里头啊，把持名念佛放在最后。这就知道净宗修学方法了。持名实际上比观想观相都要殊胜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些经过去我都讲过，我在学观经的时候曾经问过李老师，啊，问他这个十六观的观想、观相，还有一个十相念佛了没提？那么观想。就有十四种，唐朝智者大师就是修观想念佛往生的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呢，也就跟着传到韩国，传到日本。那么在中国呢，修观想法门的不多啊。我向老师请教啊，为什么？老师告诉我，观想不容易成就啊。啊，譬如地观，观落日悬谷，什么叫成就呢？你睁开眼睛看到黄昏。太阳下山，那个太阳就在你面前，你真能看得见。闭着眼睛啊，这个景象也在你面前。你试试看，你什么时候能观成？真观成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还得把这个东西拿掉。啊，不拿掉的人，不拿掉你着相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你还得把它拿掉，拿掉比观想成就说那个还要费事，还要困难啊！这念佛好，念佛这一句名号啊，要你放下很简单呐、啊，啊，比放下你那个观想说那容易多了。这想想是有道理啊，所以要记住。经上这一句话了，这是总原则总纲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他为什么叫你修观呢？是叫你把其他的杂念除掉啊，就像我们这一心称念嘛，啊，这一心才能往生啊，而不是讲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的，当然那个品位高了。四一心不乱，生方便土；理一心不乱，生十报土。啊，我们今天初学的人能够生凡圣同居土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劝导我们，他以他自己做例子。啊，我一生求生净土。只希望呢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我就很满足了。这是示现给我们看的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不难呐、啊。啊，善导大师讲的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。
啊，怎么念法呢？还是要一心称念啊，这个也重要。就是念佛的时候，不能夹杂妄想，不能有妄念啊，这就叫一心啊。一心做到是不怀疑、不夹杂，这就叫一心。啊，所以真正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劝导我们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异口同音都来劝导，要不是无比的殊胜，佛会劝我们吗？机会太难得了，众生愚痴以为这个法门简单，大概不甚高明啊，要别求法门，以为别的法门都比这个高，错了，越殊胜越简单啊，古今中外啊，没有例外的，最简单的，最殊胜的啊。前面这个概要里头详细说明过，持名念佛了，是称信起修啊。以如来果地觉做我们因地心的因果宝这个太殊胜了啊！一心向往，我们就会把这个世间放下了啊，这个世间里面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，就如同古人所说的，这是世间的滋味啊。一般人贪念呢，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？那法味里面最浓的持名念佛，你为什么念不下去？你持名没有尝到法味啊，没尝到味道啊，啊，所以你会退心啊。你为什么没尝到味道呢？念佛的时候有怀疑，有夹杂，怀疑这个法门是不是最殊胜的，这法门是不是真的啊？我真能往生吗？真有极乐世界吗？有疑有怀疑啊。第二个，对世间名闻利养的贪念放不下啊，所以你勤苦念佛啊，念若干年都得不到法喜啊，都没有平常啊法味出来，原因在此地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